赶快下载挑战吧单身 APP， 网红直播组呢陪大家线上摸一把。那想帮我们节目挑战的朋友呢，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留言私信给我们哦。来，欢迎今天四位参赛，第一位呢上一集挑战成功，而且呢赢得了我啊25,700的奖金了，欢迎他，妍妍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不容易。不过你的牌还算打得还不错的了。谢谢。对不对？你前面那个打得很差，赢了我5万多那个打得很差。对对对对，那他就是运气好。哎，你是有实力。他是有实力的，他打得算不错的。嗯啊，他还说他没有常打嘞，在家里啦，跟爸妈打而已。跟家里人打？对对对。哎呦，那在跟家里人打就这么厉害，出去打还得了？啊，在外面学的功夫会更深啊。这倒是真的。好了，欢迎继续加油啊！欢迎。哎呦，好久没来了，哎，张嘉轩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轩，好久不见。你有好久没来了，超久的，差不多有1年半2年哦，有一年多吧，一年多哈，是不是？应该有，嗯，太忙了啦。哦，太忙。对，家里小孩还小了，照顾小孩。还小，你现在几个？两个吗？一个还好，因为大了吧？上幼稚园而已，现在幼稚园活动很多哎，每天都超忙的。但是他白天基本上你也不用去啊，那上下课而已啊。校外活动很多。校外活动。对。这个很久没拿到奖金哈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来，第三位欢迎唯一的男生林俊吉。好，大家好，林俊吉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从哪里来？哎，三种，我是三种。哦，云林人，云林人，三种，出来三种。云林人啊，哎，云林人。哦，那在台北工作了。对对对。啊，已经来台北多少年了？20左右。哇，20啦！啊，这样证明已经结婚生子啦，没有，对不对？还没有结婚啊？还没结婚啊？哎呦，那你加油啊！靠这一把了。那演员结婚没有？还没。还没有。还没，还没。那在隔壁那个，待会再问一下。如果没有结婚，我们接着去凑一对，凑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欢迎他啊！来，最后我们来欢迎一次吧。好，张维宁，哎呦哎呦，哇！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维宁，做相关行业的吧？是驻唱歌手。哦，驻唱歌手哇！你是唱英文唱中文？都有。都有啊？对。英文好吗 ？Yes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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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course。驻唱歌手。对。在台北吗？对，在台北，双北市。双北市跑。双北都有。哦，是那种纳卡西的还是那种？纳卡西也有，比较少，也有接纳卡西啊，有。那以后我们要有机会纳卡西就找你了。哎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哇！他一定纳卡西多了，他会这一招就谢谢老板，这纳卡西的多了。好，可爱。好，来欢迎今天四位哈。来，马上是我们东风三缺一。好，来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了啊！今天看看能不能够打情骂俏。哎，要。让这个俊奇呢，这个得到一个好姻缘，联络感情。那有没有男朋友啊，维尼？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少了一个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有啊，你单身吗？没结婚啊？只有我还没有男友。你是吗？你结婚了？他有男友没结婚？那你呢？还没结婚。没关系的，今天就把他破坏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放他们一人各放一炮，我跟你讲就成了啦，知道吗？4发2炮，哎，自罚两炮，那4发2炮。俊杰，你要努力哦，还有我，你要等待到我下场。有三个单身的，对不对？加油加油。好吧，那就不多说了，好不好？台上见真章，来，来演员开门，好。来六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张家演员的牌，漂漂亮亮。维宁，俊奇，加油吧！嘉轩，好，来庄家可以出差了。北风，西风，好，来我们打出来一点，好。九万，好麦的声音哦，受不了。南风。北风，南风，20000，六锁，来抓牌，八筒。
喝完。会痛，痛。哇，终于有人碰了。终于。真的。打这么久，只有一个吃一个碰。该是。三饼。六饼。六饼，不用看我了。看我男朋友，看他干什么？他现在心里面是一直很多 OS 啊。他只想，他只想赢钱。我只要钱。真的是交朋友了。好。二筒。哎。哎呀。五筒。脸真都臭了。对。还有四七危险，九爱，我真要打。白平，八万，黄了。哇，又够不合你。套，平平。讲到姻缘不合，大家连牌都不合了，没有一个合。七饼，哪个说的？嗯，四七饼。北风，我就是七饼没下。对啊，我打七饼，哇，下车一个，下车，应该是没人听。发财，八万，吃了吗？你还是一张，对呀，要不要拼？拼了。四万，碰一下，哎，还可以碰吧，还可以碰，还可以碰，拼，六手，逼我，请你上车，我上，美人计哦，我跟你讲，先点嘛，哎，同样没牌的大家好痛，又上车，上上下下的，一条，挑战吧，大神。美人计哦，我跟你讲，先点嘛好。哎，同样没牌的大家好痛，又上车，怎么样？上上下下的，一条。哎呦，三家兵上车了。啊，那啪，一，哦，那我摸花就有机会。噔噔，好。哇，怎么了？去抢一，来我。一人一张，一人一张。啊，摸花就。好，点点要看，点点对，点点对，快一下。好，去抢一。五啊！哇，五花！哇，恭喜你有花杠了。五啊！点点也要看一下，大家记得。哇，聚集没有海底了。去抢一。去抢一了。去抢一了。我们没有玩去抢一，没有玩去抢一，大家不用紧张。九饼。等一下，来牌倒下来，牌倒下来。七有。喂，你有聚集没有牌吗？哎，给大家看，所以你们开牌，开牌。你听什么？你应该还没吧？你有听？三四五七条八九红中对倒没有了，有的都还有的都还有的，七个红中没有了，八，好吧，好，黄庄，好来，东宫山缺第二把，来，这个是维尼，来庄家开门，十出，好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维尼，请多指教，俊吉的牌，胡一把了，嘉轩，连连。好，来可以出差。南风，南风，白皮，白皮，南风，东风，一万。九饼，九饼两把，七张，哇，很好，胃口很好，有味道。东风，甜的三万，北风，碰，发财，二饼。九万，
洪州。阿鹏，对不起啊，来不及，没事没事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拿进来，对，先拿进来哈。三万。西哇塞！拿进来，到你的中，叫你们赤峰白仙拿进来，给大家记一下哈。好的，二童，这么甜的吗？哎呦，上家给我点，我也给你点，很好很好，一团和气，大家好。哎呀，弄个二饼那么为难。就很为难呐、啊，吃还是要碰嘛，吃好了。好，打四饼，一个甜的六饼，我吃六饼，吃不到，九饼，啊呢。六条，好，六条，再吃一张，好开心、啊、哇！谢谢。卡三万，卡六，好厉害！哇，我把你喂饱了。九万，九万，九万，八饼，八饼，要吗？哦、不用了，太多太多了。再要就要就要胡牌了，再要。生气了。七饼。打开之前多看他。六饼。他那边就已经是这样啊。自己负责了。生气。这样安全是非困了哇，还要啊，要那么多饼啊，打成这样，对的，我还要打牌，牌倒下来，真的老天在帮你耶，哎呦，我想说我不要那个、啊、真是的，对，白皮好一台，好，东方神起第三把聚集一路搬家，味道味道味道真的味道，直接放十二，看四家的牌，王家俊锦衣喂吧，嘉轩的牌，看我怎么喂，爷爷再多吃一点，维尼加油，来出赛一条，好抓哪，抓哪，抓中间，这里，哎呀，北风西风，味道都不敢相信啊！对啊，味道人家糊了。味道，白皮碰偷味道尾，最后就糊了。八手，好甜的，但不要。八手，东风碰，摸起来。贴几百，贴几百。嘿，新贴。叫你记得。嘿，发财。西风。南风，起痛，碰一个，九，来先拿回来，好，九饼，一条，五花，一，八，谢谢，六条。六锁，试一下，一万，二条，碰一下，谢谢，五万。
哎，我顶得起。北边差点喊破。背包。Baby。北风。南。三条。碰一张。二万。四万。四万。五条。四点八。没线了。红中。七万。又是你，一万。九条。西风，西风，我们大声一点哦。西风，他会跟着来。西风，不要贴来贴来。五花。九饼。我起来。三饼，胡乐，好，卡三饼，来大家打开，都送，都送，哎，哇，真的送你耶，真正是，很厉害，哇哩嘞嘞，这里摆，对啊，一砍的人呢，哇塞，哇，你这样三按砍把它打掉，哎，哎，大哥，说好要放给他，大哥，可以拿二饼，我知道，可以退，哇，他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不跟你讲，没关系啦，嗯，嚯，真正实在是。独店白皮还有庄家的，啊，三台。好，东风三缺一，最后一把了，报告四个人积分。好的，现在分数最高的呢是我们的演员是6400分，杨维宁一样是5000分，俊吉4200最低，嘉轩4400。因为一把黄庄嘛，那你们俩各放一炮，你放的是三台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放的是两台。好，来最后一把，嘉轩。三，好，来看四家的牌。庄家嘉轩的牌，守住吧。妍妍，请多照顾。维尼，加油。俊吉，来一个。好，来出菜。出菜，东风。北风。五花。南风。白皮。因为我才一二万，他不碰你不会打三万，四头是吧？四头，吃一下。哎，都要记得那号，来谢。没事你就好，大饼，吃回来啊？什么？这什么神秘的技术？北方六八桶，滑稽。七饼，一锁，七饼，南风，白皮，四锁。还要吗？一万。一把，发财，再吃一张，再吃一张，干嘛？干嘛？不可以，干嘛？干嘛？讲什么秘密？他叫我。放枪！有有，他说他已经因为我有小孩了，他没有，他要赚钱。这男的有够恶劣，真的哎哎，我要养小孩哎，要赔钱很贵。对呀、啊，没有这种事好不好？哎呀，发财！小小这里一饼，
三饼。男子汉讲话大声一点好不好？拿回来先哈。好的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拍掉。随便。这个厕所吃，吃而已，吃而已，再吃，没事，还是烂，烂都烂，你这样胡我滚，少顺我努力吃啊，八条，挑战吧，大神，这个厕所吃，吃而已。再吃，没事，还是烂，烂都烂，你这样胡阿伯，少顺我努力吃啊，八条，正常是没完整的，跳吗？都已经到这个坎了，好，你要冲一点，是哈，你要冲一点，你帮我放一把，哇，你帮忙一下，帮忙一下，已经没有，你要退路了对不对？七条。哦，乖乖乖乖，八筒，来的，啊，七条，七条，好，六饼，北风。五花，这个九锁，九锁完全没戏。二外，是没牌啊？对呀，好恐怖。九外，九外。可以吃吗？你是吃吃吃，打出去就吃吃吃，九万，吃我还可以摸，你不吃快臭了，白皮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嘉轩啊，赶快放，赶快放，赶快放，哇，这应该是安全的啊。七万，七万，七万可以打。南风，好的。没救了。七万，好。发财。摸，摸了吗？摸了，妍妍最后一张。好，最后一张哦，那我给放我这里。妍妍拿，妍妍最后一张了，不是你啦。丢了，我要丢，让我丢哪一个安全？我可以不摸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不摸，来，牌倒下了。来，大家打牌。还没听啊？烂啊！天哪！就烂，就烂，可怕！哇，这一圈呢，打了两把黄庄。好，所以聚集让我们东风淘汰。来，我们南风你转胜。来，马上送给他南风女转胜啊！这个东风呢，累计的是6400哦，爷爷胡两把，黄两把。好，来，你开门。来，七七，来看四下的牌。庄家爷爷的牌，收到北风。维尼，加油加油。小徐，嘉轩，小轩，来出菜，出菜，北风，好，北风一只，东风碰。对不起，北风，北风，白板，绑起来，白板，小白，发财，补花，点点要看一下，好，好，花一只，青发。发财，漂亮漂亮，西风，
1万。二头。哎呦。一条。6万。怎么垫？吃不到。哈。二条。碰。一条。开心的嘞。哈哈。七条，八条，这个很深，九条，八条，九万，一笔，子墨。芭比，摸啦，你敢摸？对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摸进来的这个，反正你想说放在这要丢了，就一次进来这个，对，一次进来一看，是摸台。好了，男模女转身第二把，所以你们两个人哈，有一个要被淘汰，危险了，因为他已经试摸了，除非你马上跟着试摸。好，来开门，来美女，好。14，看四家的牌。王家维尼，加油！小徐，小徐什么？妍妍，请多照顾。好，来出彩。这边过来。峰峰。距离。9万。9万哦。麦家恒。对，另外多少？绑起来。9万7。9万跟打。9饼。一条，阿南，碰一下，两方碰，4条，哦，4条，甜甜的，很好呢，北风，发财，黑东，西风，发财。右头，北风，二饼，红中，一锁，哎呀，发财。二条，可以吧？9条，右头，好嘞，10000，2万。锁，西风，3条，五花，九锁。白皮，9条，九条在哪里？啊，这里面。哈哈，什么意思？啊，都是的。4条，11张。你刚打五皮。
八锁。吃一张。红中。四条中间。二条。二条。牌局。牌。北风。一条。小鸡。加油。发财。又是一个牌。什么鬼东西？六饼。二万。黄中。哎呀，三条。三条。倒下来。来，大家打牌。我也是，都是腕子啊，腕子没有了，都是腕子。一砍抓光光，抓光。门清一摸三，啊，三台四台。哇。好，来，南风女传是第三把。哪个庄家？七川。七。看四下牌，庄家徐乃英。他圈的牌，妍妍。维密。来，出菜，九万。九万。这边中间，你找吃药是？一早嗑药。东风。一早嗑药。吃到你小孩的药了是不是？南风。感最近感冒很严重。南风。南风。打出来了。东风。东风，东风，对，一鸟，青发，西风，西风，白皮，白皮。九万，又再来一张九万，哎呦，多三张九万，一起吧，谢谢姐姐，九万哇，开心，一头，二头。哇哦，五万！来，来，五万撕起来，一桶，哈哈哈，四桶。你是不是觉得你爸会骂你？对，我爸有点骂。吃，吃一下，吃一下。九桶。啊！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，太快了吧！文青庄家，好了，南风女传是最后一把，报告你们三个的积分。好的，现在分数最高呢，是我们的嘉轩啊，对，因为你摸了一把嘛，对，6200分。然后我们的演员呢是3000分，维尼2100，最低哦。好，所以最后一把加油啦，来开门。九，来看四家的牌。庄家嘉轩。漂漂亮亮，维力，加油！小徐，出赛。好，北风，北风，太宽了吧？太远了，这个前面朋友都快。我这边回来一点。东风，回来一点。我大家没排打。来，东风。东风。正在哪都不知道。黄忠。中，西风，西风，发财，碰一下，发财要碰哦，碰了，
九锁。红中。北风。西风。一万。吃。九笔。碰。白板，五花，九万，白皮，南风，九锁，白皮，三万。四条 flower 三条甜蜜甜蜜吃不到小姐妈妈要要没退下去就是三条，三条，三条，三条更大，更大，更大。南风，一笔，碰，一笔碰哦。二笔，二笔，一笔。锁，糊了。你还没了？嗯，你不说糊了吗？我没有啊。啊？你刚才干嘛？我没有说话。我没有说话，我听到他糊了。我没有说话。啊？那炸糊，炸糊就我没有说话。差这么多，你疯了？我没有说话哎，我没有说话哎。你没有说话？我没有说话。那我怎么听到他糊了？我没有听到他说。你没有听到？我没有听到。那你放炮算了。我差我这么怎么可能会糊？哎，我没有糊啊，他们没什么反应啊，算了，妈妈妈妈，这玩笑白开了，白开了，白开了，无聊，无聊，被吓到一个，好来，屁股真的选错了，啊，没事没事，哎，屁股。屁股而已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五百分啊，那还好那还好，还是我已经淘汰，对，对啊，好啦，所以我们在南风呢，我一定淘汰。很容易想到那个。来，马上是我们的西风冠军战。好，来，东风南风呢，累计的是12600啊。这个刚刚因为嘉宾有自摸，来，最后一把西风，来，女双枪，开牌。十二，再看四角，来，庄家加圈。妍妍，王小心，怎么进？徐乃莹，有蔬菜。来，南风。中，来红中，你打这边可以。好的，好了，跟你红中一条，
葱，甜的三索，有甜耶 ，Love you， 味道了，来了，那就滚滚走了啦。Ruby。三条甜吗？他才丢给我。甜哦。二万。碰一个。我也只是演一下而已的。急不得。碰一下，碰一下。补花。青发。他才演一下啊。东风，发财，哎，要杠起来哈，好吧，西风，八万，哇，有甜嘞，甜嘞，可惜哟，来西风，西风。条五万，你打的其实都北败呢，怎么会这么好？棍棍在七万，九饼，九锁。要九条，五饼，白皮，放一下，没事，等到了，等到了，等到了。六锁，跳，嘿下，八条，哎呦，就在等他是不是？四饼，四饼，八条，八饼，八桶，八桶，刚一张。没事哈，第三张机了啦，一个万，一万，六万，黑洞。发财，没事了，一条，南风，南风，转转回来，进一个敢不敢？进一个敢，哎呀，睡觉。进啦！啊啊 ！OK 啦，人生嘛，外面不要笑，人生就是这样，迂迂回回。八万，八饼，还有六万，青发。五饼，
一万。九点啊。整理一下。球套。圈圈。来。四条。糊了。哎呀。什么啊？我的错，我应该打七碗的。哎，但也没有啊，没这回事。啊，我。哎，你还没听呢、啊？哎，有人也听了。他跑进去了没？跑进去了没？他说：“哎，啊，他在外面。”那还打四条？什么节骨眼打四条？没有牌了。对，好好，节骨眼，节骨眼。那还七万多安全的牌啊？是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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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啦。太莫名其妙了。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啊，庄家。好，来，西风过去，他第二把。来。使出，好来看四架牌，庄家爷爷，我是庄家，王昭欣，庄家为我，徐乃莹，张嘉轩，刚刚出彩，出彩，南风，南风一只，立马跟，白只，一万。青发，哎，我都能跟呢。青发，发财，二条，吃一张，给你，先吃回来，好。有锁。说跟就跟，就说条条都能跟，真的。八饼哦，好，吃一个。孩子们好，一万。一万西风，西跟不了的啦。东风，五饼，痛一点，五饼，两桶，六桶，没看到，爱你。好了，那就五一子，睡一个视频。谢谢奶哥救命。嘿，记得好。五万，五万碰壁啊，狠不狠？算你狠。狠人一个，来九万。六万。八条。八万，八个万万，记下。二饼送奶哥，四万。对到他的中八，再一次八万。奶阿妹，啊，谁在碰大饼？六饼。九万，八八九啊！你很棒，你很优秀。来，二万，二条，二饼，吃一张，胃口真好。西风，糊了。
哇塞，你真的在撒谎，翻掉吗？对倒，打过一只了。北风红妆啊，对死。我刚前面那一只我没有注意到，没有。西风庄家两台。西风星。西风司阳。庄家三台。西风万一那第三把。好，我的。十三。看四下牌，庄家黄霄星。进牌呀、啊。陈乃莹。庄家轩。演员。出战。哇，这边都有台，好了，算了了，双峰走了。九条，南风，一筒，大饼儿，太小，来了，西风啊，北风，发财，三水。锁必须吃起来给他，九个饼，发财，白皮，七锁没得吃了，来白皮，中。九万，又是东风，八锁，五，九万，七万，来一个，可以，红妆，东风。那是大饼，对不对？一饼，那是大饼儿哦。大我对他们最近都超陌生，来骗人哦你。我已经四饼，四五年没有再碰他们了。哎呦，四饼，二锁，哎呀，南方。这么多四饼，九条，七万，哎呀呀，二饼，二万。九饼，九万，九个慢慢，哎呀，我觉得我是天才，来了三饼，八万，胡了，五胡了，来大把牌，门清庄家啊，两台，来。没有庄家，哎，庄家是我，庄家是我，拍谁？庄是你啊，对，门清一台。好嘞，现在是我们西风冠军的最后一把，两位的分数呢有一点悬殊哈，7200，嘉轩你是4400，4400啊，差2800，2800数学很好，2800哈，2800你要两台，三台，自摸就好，三台。哦，摸就好，不要你要胡到三台，对，好，不是三台，胡到三台就可以了，好，或自摸，或自摸，加油，好，14，我看四家牌，庄家徐乃莹，嘉轩，嘉轩，演员，王小心，机会来啦，来一万，一万，美风，来拿出来，好，北风。白皮，九条，西风，
西风。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得意了。来了，八条，碰一张，发财，发财，南风，西风，发财。二饼，牌都跑到哪里去了？越走越远。九饼，九锁，九条啊！来，嗯，跟你九条。北风，九条。九筒，来，爱南风，来，打，跟着打白皮，白皮，一万，嗯，大饼，红中。三锁，二条，一条，小鸡，西风，奇怪，你为我的力度变小了，要有金牌，二逼。一条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唐环手啊，你啊！对啊，我还有牌呢。你来啦！
好了，放一放，放一放。五万。五万。六条。三条，三条。好。你长这样胖，没有他可以干。打出去，打出去了，打出去，打出去了，打出去，我们很随性的。真的吗？那我就要吃，送你啦，送你啦。我还能吃得到你，我的天哪！奶哥大方送啦，真的。六笔，不是到底怎么一直没猜他？你也很神秘。哎，六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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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服了啦。你怎么没有猜他？没有炸糊啦。有有有，不要换牌，不要换牌，我看到他了。来来来来，糊了没用了，糊了也是他赢。对啊，好吧，他就我就屁糊，啊，屁糊，刚刚那个演员还输两千多分，输很多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西风演员淘汰。我第一次玩过这个。好来，然后是我们的败部负战。好，马上是我们的败部负战了啊！今天奖金不高，好19300，但是总值还算不错的，加起来是24300。好，这三位加油，啊。这个剧情东东淘汰通常都会打上来哦，通常看看今天会不会灵验，好，好吧，来妍妍，你是卫冕的，好的，16，看三家的牌，庄家妍妍的牌，梅宁加油，阿吉来开壶了，出菜来，西风，北风，白笔。花，黑洞，五万，太甜了，一饼，甜，碰一张，大饼碰起来，拉锁，发财，北风。六饼，七个，好嘞，七饼，五万，8万，碰，嘿，9万，碰一下，碰哦，进来一点碰，好嘞，进来先碰。就拿进来先，拿进来，你又把它推出去。帮你拿起来，你前面没有吃到那么多。大声。四笔。东风。心虚了。是的。梧桐。哎呀。红中。碰。红中碰啊。再一只梧桐。哇。哇，七饼。二饼，碰一张，大家的速度怎么都这么迅速？来比，来再吃了，交手，5万，七筒。2万，胡了，胡了，25万，来打打牌，这是屁胡。好，败部负战的第二把，来维尼，维尼，12，我来看三家的牌，庄家维尼，晋级，妍妍，漂亮耶，好，来出菜。球饼，9万，吃一张，好，就把你吃起来。东风，1万，碰一张，哇，赶进度，赶进度，好吧。南风，小心，好，放，放，阿迪 ，OK， 放这个，放那边没有关系。白皮，不影响。白板，
七锁。吃不到啊，喝完。九万。八点。碰。发财。西风。北风，南风，北风，五花，海军，二十，二筒，二筒。西风，五条，放一下，好不好？把先拿回来哈，一条，三条，二万。六条，七筒，哇，参考参考，嗯，吃起来。四饼。锁，北风，怎么了？吐血了，还是磨刀很棒。东风，四万，不好说啊，好像没有很妙。一饼，一饼，五万，该来了吧？来，没来，七条，没见，因为有人要服了，还在找，打开，红松、二花、庄家、三台。哇哦！好了，拜夫妇在的最后一把，报告三个人积分。好的，分数最高分呢是我们的维宁，分数是6900分，然后俊吉3100最低，妍妍一样是5000分。好，你现在3800，好，待会看你要胡几台，来，你庄家俊吉，好，来看吧，对。是，看三家的牌。庄家俊吉，加吧。妍妍，坐到北方。妙妙，是猪。来一杯。北方。西风。好，西风。发财。发财。发财。红中。
九锁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大家都老江湖了，打好快，嘎嘎嘎。红中。白皮。好。南。再来。南风。南风。北风。五花。一万。东风。八万。八锁。啊，谢谢。吸起来。连连湖庄家两台啊，现在已经有了。嗯。哦，因为四花他庄家啊，没有。锁。啊，还没有，他不是庄家哎。你四花只有一台哦。红中。再搞一台。他们家要不然叫自摸。四万。西方。五万。五花。四万。好的。周饼。周饼。跟九饼，八筒，挑战八大神，跟九饼，八筒，吃一下。八饼，青发，慢一点，爷爷，慢一点。好。哎呀，南风，南风，二万，是吗？哇，是哦，三六条来打倒牌，还蛮轻的哦。对，没准还手气好，还倒下来。四花自摸，好，一摸三呢，还不是一摸四呢。好吧，自摸就赢了。好，恭喜了，演员拜不不不是。好，来，马上我们的决战北风北。好，决战北风北，一万奖九千三，好，总奖金一万九千三，好，加我们总值是两万四千三，你要两把哦。好，好，来开门。开门吗？丢丢。来这个。十一。十一。会看两家的牌。两家嘉轩的牌。噔噔。演员。左手哦，左手。好，来，嘉轩可以出菜了。出菜了，哎，出一只，一饼，碰一张。好的，大饼立刻碰起来。九锁，拿出来。好。九万，九万哇，都能吃，又被吃起来了。嗯嗯嗯，一万。刚好很合了，九万再来一个，没那么多，五万，哎，好吃一个，对，五万也吃，来先吃进来，四万，来，请咚咚咚咚，小鸟，碰一个，哇，你们两个真的不错呢。回来了，带回来，很辣，紧转来哦，九条，九筒，九筒，一万，一万，三筒。九筒，七筒，七筒，
1万。3万。想很久吗？五秒够不够？你的酒是多久？大概过年不要想两个小时，我们节目才一个半小时。去生第二个孩子，生完的五秒。好了，二比，五锁，五锁。我吃一下。好，那就把它吃起来。不对，有犹豫，有没有没有坐到这个位置过，所以有点非常紧张。无所吗？对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没有吃。5万，六所。二条，再一只六锁，六锁到底要打什么？也逼死他，逼死他。刚刚不是考虑过了吗？对。哈，胡了。二比一，来打小牌。这样是好事一桩了，真的，不要让你想太久，对不对？258米，嗯，来，下一把。好，决战北风北的终点站。终点站，谁赢了，谁就拿到决战的资格哈。加油！来开门。来，六出，来看娘家的牌。王家演员的牌，加一把。嘉轩，打打打。好，来做菜喽。九万了。8万。三筒。二饼。2万。一条。是一张。二锁。手柄。吃一张。手柄吃起来。没有表现动作，一万，我在旁边跳，让热舞一下，碰一个，突然碰起来了，再给你一个，再一支九笔，我猜的多好，真的耶，猜的有的吃嘞，七手，吃，真的猜的很好，这条。3万，嗯，我糊了，是命吗？嗯，糊了，糊了，36万啦、怎么样？3万，我以为他2万啊，我以为二万，你还开不到，人家糊了，对，你在那边跳舞，在那边嫌弃人家，哎，什么？这个酒饼猜的真的好吗？老实说，真的好是不是？嗯，猜的真的好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真实在是，没办法，这牌就是命啊。我想这个命啊，他不抓六条来靠拢，不转5、8条他也糊不到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恭喜了，嘉轩获胜。来，跟我的决战北风北。
决算北风北19300，哈，先不要高兴。不是我第一次跟你面对面坐在一起，我也痛苦啊。上一次节目看你，看你，看他那种打法，跟我决战北风，我也痛苦。你危险了，他很。24300，啊啊！你们三位算你们倒霉，啊，后面都是他，来给你们赢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好了，送你们营养全面升级的养生新年代，还有健康幸福好味道的纯酿造酱油。来开门，来开门。找了一个排技最烂的艺人来，结果来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奶哥，我们继续抓。好，决战北风北，看脸上的牌。家嘉轩，来嘉玲出菜，来好，好来各位可以移动了哈。二条，是，三条哦。9万，一饼，吃一个，一饼吃起来，好，先吃进来，谢谢，对，来一个，好，三饼也吃，四饼，九条，八饼。一个，哇，很会吃呢！谢谢哥，一条，想不到，哎，1万，1万是1万啊！我又不准骗人，我讲错了，自打嘴巴，对不起，8万，1万，再吃一个，哇，到宝哎，7万。1万，是1万，我又不准骗人，我讲错了，自打嘴巴，对不起，8万，1万，再吃一个，哇，吃到饱哎，你吃到饱，7万，抓牌4饼。4条，哎，9万，好像是打错了哈。没事，人生就是这样。但是我就自摸了。打错太多。对，来来来，我刚才对我没有甩。OK 啊，还是坚持对倒是不是？对。没有，就是刚刚那个瞬间，本来是哎，应该要啊，忘记啊。就要说4条打5条，听3、6条，他们在听对的。就在那个是哎，不对啊，也许有机会啊。要不要？八条来了。要不要5壶啊？嗯，来了，嘉轩这边。哎，又给你了。大哥，不要这样哦，上你节目第一次哎。这没有办法。对，怪异的你都防不了。三位啊，以后就不要打麻将，知道吗？三个小孩就会变这样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有位上网搜集下载我们挑战吧大神 APP。要报名节目的朋友呢，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私信给我们。谢谢收看，晚安，拜拜。